尤其明天我女儿和儿子都会来，会来现场看，我会更兴奋，会更，因为我女儿和儿子从来没有看过我现场演出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为什么？你以前没有带他们去，比如说演唱会？没有带他们去我的现场。真的、哦？想。但是对啊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机会啦。他们在上海，就是比如说、哦，他们特别过来。对，这次是放假了嘛？哇、哦，对，刚好对，所以是机会啊。因为他们就知道爸爸就是整天在那边忙，嗯，不着家嘛，就是他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。我想就是想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。他们知道，哎，也够大了啦，就是。大概看得懂，知道在做什么、嗯。你说可能在小，顶多知道，如果只是幼儿园、嗯，他只知道哦蹦蹦跳跳而已。已经到了八岁嘛、嗯。对。其实看得懂。就这一趟过来真的是第一次，他昨天去了那个毕业晚会的现场。啊、嗯。哇塞。看完之后，真的小孩子对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他们就很兴奋的就跑过来，就抱着爸爸就。就是因为他站在观众席里面、嗯，然后他爸爸出场的时候，下面会有欢呼啊，知道吗？尖叫声，跟在家里看到是不一样啊。确实，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这种感觉啊。就像以前我会去，就是跨年演唱会什么，就带 King 去看彩排啊，因为就是在傻傻这边看、啊，哦，原来是，虽然他小时候有跟着我去上过一些东西，但他。在坐在下面看的那感觉，真的现场看的不一样，嗯，完全不一样，嗯，唱起来也会更不一样，啊，更起劲，嗯，有时候带着小朋友去工作还蛮好玩，就是至少你工作完回家，嗯，就可以看到他们，对，这個、感觉，要不然老是在外面跑啊飞啊，哇，在他们很小的时候，就是一岁一两岁的时候，我也带过，带着走，就不用上幼儿园，可是不一样啊，那时候是。必须照顾他们。对，我拍戏有时候带到剧组，就天天。天天的。哇，你知道这个下班就很幸福，但剧组你每天即使很累，累爆了，那你回到家里是真的小可爱。对。哇，那觉得一点都不累。这是真的。所以你准备什么？你小孩是我们看哪时候看过？还是我们不知道？我没有小孩。哎，别小啊！不，走！哎，不能播，不能播，不能播。不，千万不能播！哥真的没有，全说出去了。就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不要再解释，嘘，哔哔。啊，谢谢。这是桌上。啊，有。哎呦喂！哎，这样子看着也蛮舒服的。你是一个儿子？不是，我是第二个。我有个亲哥哥，但是我们全家都最宠我，就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呀、唱歌啊，就是那种什么都来，对于就各方面都是很感兴趣。可能我们家人有感受到，然后直到我初中念完之后，是四五岁的样子吧，也没成年。然后我说不行，我。憋不住了，我一定要学艺术，然后我妈就把我送过去了，我就一个人在这边，从15岁一直到现在吧。几岁开始你觉得有开始有成功的感觉？成功啊，那要怎么定义啊？那我想一下，比赛拿奖啊，开始认识你是谁了？我真正被很多人知道的时候，其实是在2016年，它是一个叫 World of Dance， 美国的一个国际比赛，相当于是每个国家都会举办一次 World of Dance， 然后拿每个国家的冠军再到洛杉矶去比。我去比赛的那一天是4月13号，记得好清楚。对，因为4月13号我爸爸心梗走了，嗯，对，这没办法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。然后我当天晚上回去守完灵之后，第二天按来说守头七嘛，但是那个比赛我占了很重要的位置，我们为此就是你知道青春啊都在这里。然后我家人是很支持我的，但是我亲戚就觉得我要都你的父亲都那个什么了，你都不头七你都不守，你这个不孝子，就是，然后但是。我妈和我亲哥哥偷偷把我送走的，
就是怕亲戚看到。然后我那时候已经50多小时没睡了，我就是我的状态已经是这样了，但是我必须要去比。你说好死不死，就是哎，我们拿了冠军，就是唰唰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当下的情绪是蛮无法自理的，就是我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我觉得我一旦开心了，我就是一个大逆子。我懂你意思。但是我在队员里面又面前，我又不能太伤心，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情绪。所以就是所以那段时间是真的是成功的，但是是有苦有甜的那种成功。我用了3年时间才走出来这个事情。也是，就算好的事情，总有些东西在伴随着你。对对对。你算很好了，20几岁成功是算年轻，算年轻的了。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成功的，他们抓不住，抓不住。对对对。我们的泡面已经糊了，糊了。对，坐。好多蚊子，我都忘了泡面那件事情。我一直在想到，但是蚊子真的受不了，泡面还可以的。